区梨黄皮研究会日前开展迎春联谊活动，体验传统文化，喜迎新年到来。活动中，会员们参观了大余湾景区，亲身感受我区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，体验打糍粑民俗活动。会员们还挥毫泼墨，在墨香与笔尖之间，行隶草等多种字体的春联各显神韵，营造出年的意境，寄托着大家辞旧迎新、接福纳祥的美好愿望。大家纷纷表示，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魅力独特。新的一年，区梨黄皮研究会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，根据中华文脉，为全区经济和文化发展贡献力量。本台报道。